守候，妙不过超级玛丽，上面有条不吃却吃汉堡包薯条，奇怪。思维游戏，走上街头试试伤脑筋，涂上奇迹，走上街头问真的过不去，做生意走上街头试试他办也是，专家们走上街头跌破眼镜，大家乐大发了小妙势力，全是可怜无归罪受无辜的打击，短短的一段的夏天，却让大小市民苦苦等了18年，伤心。有在做是爱做的，叫我那图章你挂好信，盖完图章我真伤心，送信人原来住隔壁，专家乐是跌破眼镜，跳上讲台舞蹈主席，全楼高跟鞋不稀奇，开会其实就是在演戏，嘿图章你别看走，我只是路边站停，啊，先生你没办法，吴老大叫我拖走再说，啊，祝你误会没人理，我爸的广播找伴侣，他哭哭啼啼冒厚脸皮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啊，他说自己很英俊，追求新潮又敢流行，每天夜里都戴墨镜，啊，神经病，有才总是按错理，情人节你送错信，要送安妮还给玛丽，害我天天吃香蕉皮，是爱错你，专家老师跌破眼镜，医生在还是胆神经，我想这只能问上帝，邮差总是爱错你，专家老师跌破眼镜，邮差总是爱错你，装要装到底啊，根本没有用嘛，你看那个死人跟僵尸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害我在外头压马路走的腿都快断了，陶哥去看看嘛，快生气了。嗯，哈利特，我早就会了，听小有这样追人的，你二嫂是在鲁班面前耍大牌，想骗我，哼，看我的。接接电话。喂 ，Hello。一起下来，哎，你说话啊！哎，莫名其妙，聋子！哎，怎么突然最近有很多怪电话呢？美好的事情啊，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啊！谢谢。差不多了吧？嗯，事情总算弄好了，谢谢你啊，于总。没关系，公司啊，只要有新人来啊，我就是同样的待法。难怪大家都说你的为人最好了。真的？嗯。你在外面的口碑真的很好哎，我到现在才真的算是亲身体验到了。他们是乱盖的。啊，我送你回去吧，单身女郎啊，一个人回去太危险。谢谢，我正担心着呢。哎，对了，于总，你泡的咖啡真的很好喝。到了，于总，谢谢您。还不客气，我看我送你进去吧。很多事情啊，都是在楼梯间发生的。是啊，报上也常登这种事情哎。哦，你就住这儿啊？嗯。几楼？四楼。好，这个上楼下楼啊，挺辛苦的，只要一天跑个4-5趟，抵得过一次晨跑。嗯，有时候我一个人走这楼梯间啊，心里都有点怕怕的。哦，那你家人呢？你不住台北啊？
在南部。于总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我看不要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改天吧。我送你上去。好。汤匙啊，带汤匙。好，哎，你家里 baby 要吃什么牌子的奶粉？我自己做的。我去开。花儿又来喽！啊！可是我觉得这一招啊，对药中好像没有效哦。谁送的花啊？你自己订的啊？没有哎，我爸爸年前就停掉了。我看药中他不信嘛。看看，哟，送给我的。对呀、啊，花店的人说是江美美小姐啊。亲爱的美，你是美的化身，我永远爱你，知名不惧。别，你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不说这句话，我是说这件事可怕，居然变成真的。哎，你确定这花不是你订的？真的不是，而且我也不晓得是谁送的。亲爱的美，我永远爱你，妹妹，你真的有倾慕者喽！我才不要呢，大嫂。你想想，多可怕的事情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结果他就爱上你了。你说那很浪漫的，浪漫？我的天哪！万一他长得跟洪金宝一样，又胖又丑，搞不好嘴上还有个疤。像洪金宝有什么不好？他很可爱啊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个人是很有原则的。你想想看，连大哥啊都看不上，也更何况……没关系啦，耀祖也不是美男子，我嫁给他也不是因为这些。不过，他很温柔，所以没有关系啦。不过，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送花的人搞不好长得像周润发哦？长得像周润发？嗯，哎。如果他真的长相像周润发的话，我觉得还真有点浪漫耶。你呀、啊，还是个小孩子。乱讲！我快是小孩的妈了。哦呦，小孩生小孩。赶快喝吧。哎，你怎么起不来？冠军啊，你在干嘛？像猴子撒尿一样哦！什么猴子撒尿？动功夫练好以后，我就孙悟空，不再是猴子撒尿。不过现在真的很累。哦。小哥，小哥。哎，小弟，拜托你啊，不要用这种声音跟这种动作跟我讲话，我一身鸡皮疙瘩全起来，变得好冷。哎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啊？应该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吧，除非你有阴阳眼，看到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。真搞不懂，神经病。你在跟谁讲话？我自言自语，怎么样？谁规定不行啊？我还自己做运动嘞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很喜欢我那一张原版的英文唱片吗？二十六万那张啊？对呀。喏，借你。借我？少来了，一定是自己刮坏，然后想要借我，然后骗我，让我赔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真的要借你啊！你看。好了好了，看你一点有诚意的样子，拿来我看一下。嗯。哎，哥，你朋友怎么都不来了？就是那个。叫叶仁杰的那一个嘛，他没事来我们家干嘛？嗯，可以找他听音乐啊。听音乐？嗯。哎呀，你不早说，我本来也是想请人家来的，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开口。为什么？
我跟他借了2000块钱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还。我躲他还来不及，我怎么敢去找他呀？那你可以还给他啊。还他？老天哪，我哪来的钱呢？跟你借你又不可。嗯，那是不是如果你还他钱，你就会约他来啦？那当然了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借你，不过老规矩，三分利哦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不借高利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是没钱，大不了的话我辛苦一点，我一毛一毛慢慢还嘛。一毛一毛的还啊？对啊，那你替我想想看，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呢是1000块钱，那扣掉一些必要的开支的话还剩下200块钱，再扣掉我的零用金的话，我一个月还他50块钱，照这样估计的话需要3年又0.4个月，这样算算看，等还清那天的话已经是公元1992年的4月，不知道几号了。你这种老哥，我真丢脸。好了，我借你啦，不算利息啦。真的？对不起，我还是不借。我刚才讲过了嘛，我又不是没钱，我代表一毛一毛慢慢还，还到公元1992年。好，我借你，我借你，什么时候还都可以。不行，我是一个那么有良心的人，跟他借了钱，我心里会有负担的，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。我跟比利借了钱，我跟比利借了钱，好痛苦的，而且我自己又不是没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我慢慢存可以存到1992年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算了，你不会答应的。你说啦。我真的说了。好，反正啊，你是家里的小富婆，这2000块钱呢又是个小数字，你何必借我呢？干脆给我算了。不行。不行，好，没关系。反正我早就说过你是不肯答应了。叶仁杰，拜拜。人生如梦啊，到了公元1992年，叶仁杰先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过来啦。过来怎么样？给你啦。给我，来来。骗子，骗子，骗子。对对对，我都是骗子，我从小到大都是骗子。你要什么话的话，尽管骂。这次比较便宜，一句话50块钱。你去死算了。我去死的话，叶仁杰就一辈子不要想到我们家来听音乐了。没有关系，你要是死的话，他一样会来参加你的葬礼，到时候我一样可以看到他。葬礼，对，1500。葬礼。哎，妹妹呀，我们这个月的开支比上几个月都多哎。当然啦，你看冠军比利啊，零用钱要的这么凶。哦，还有上回这个全世界美女啊，都到我们家来吃饭哎，当然开销赚了。要省一点才行。嗯，大嫂，大嫂，邀请得来的啦。大嫂，你看我这样穿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不过啊，裙子太短了。我看看。我觉得蛮好的嘛。对呀、啊。好可爱哟、哦。可爱，我不要可爱了。真的好可爱嘛。都快10点半，我叶仁杰快来了，同学。啊，那我赶快去换衣服。哎。干嘛啦？人长得丑，再怎么打扮都没有用的，比利。于冠军，你再讲，你给我试试看。人长得丑，再怎么打扮也是没有用的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走开走开，别挡我的路。比利说真的，你快一点喽。来了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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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嫂大嫂，我同学叶仁杰。大嫂，妹妹。妹，拜托，美美，二嫂了。二嫂你好。走啊，进去啊。再坐一下吧。坐一下。那你们坐着聊好了，我回房间去了。
喜欢我二嫂？我觉得她很有吸引力。哎，冠军，你觉不觉得你二嫂长得很像《致命的吸引力》里面那个女主角？不觉得。燕九，跟你讲哦，你不要乱打什么歪主意，不然好好对你不客气。冠军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只是纯欣赏。再说你二嫂她又比我大，她都可以做我妈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去你！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以前不也是喜欢一个老女人吗？我，对啊，那个也可以做我妈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吗？为什么？我们缺乏母爱。我觉得冠军的同学好像很喜欢你哦。我也觉得。哎，打电话跟送花会不会就是他呢？可能吗？那些花很贵耶。哎，不要管，我们先想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。不知道哎。对，你先花的卡片有没有留到？有啊。研究一下。好。走，停在这儿。大嫂，我觉得啊，耀宗他好不关心我。怎么讲呢？我把这些卡片啊放在抽屉里头，他看都不看耶。哎，他这人也真是的，现在真的是真的了，他还当是假的。我又想起来，我都好生气哦，他这么不在乎我。万一让我知道送花男人是谁的话，我就真的去给他外遇。这个人呐，不晓得会不会长得像洪金宝哎。不要，说不定啊，他长得像周润发。想得真美。妹妹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现在讲讲气话可以，可是只要你当真要去的话，我可是不许你的哦。我知道啊，那嫂，我要是这样做的话，我觉得对不起我的 baby， 我不能让他的妈妈是个坏女人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。这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会出现我眼里，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喂，妈，还押韵耶！哎，以前一张一张的看倒不觉得哎。啊！原来他在抄一首歌词。不过，这起码可以证明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起码可以证明这个人一定不是那个曾庆瑜的歌迷。我天哪！我真受不了。哎，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不管他什么样的人，我总觉得这个人呐、很没出息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呢？追个女朋友都懒得花脑筋，这个人当然没出息了，对不对？爸爸，那你有没有出息呀、你的爸爸就甭提了。不要说抄歌词，他这么多年呐、连便条子都没有给过我一张。佳佳，你讲这话太过分了吧？我以前每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不是都会寄圣诞卡给你吗？是啊，就是那种连什么都印好了，你只要上面签一个大名跟日期的那种。那是因为我没那个天分啊，他们就已经写得这么好了，那些话打死我我都想不出来这么好的话的。我爱你，你想不出来啊，你真的写不出来啊。这个东西写三个字会累死你吗？可是你真的从来没有写过。我，哎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对不对？我是以行动表现啊。我要是不爱你，我娶你干嘛？哦，没日情愿回家，每天给我嘟噜咕噜咕穷啰嗦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说我爱不爱你嘛？哎，不说话啊？你说我爱不爱你啊？哎，你爱不爱你啊？你爱不爱？不爱。快说，你快说，你爱不爱？不爱。你说。说嘛。对呀，你说，你说不说？爱不爱？哎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其实我这个人啊是很踏实的，哎，不说废话，爱就爱嘛。老是要我说我爱你，你会年轻十岁，你皱纹会少几条。可是女人就是爱听啊，你讲又会怎么样？你皱纹会多长几条吗？你会少活十年吗？可是我就你说啊，
我。对呀，爸爸，你说嘛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这向着我还向你妈的啊？当然是向着我。算了啦，我不逼你了。啊，其实我嫁给你是因为你这个人呢，蛮踏实的，也没有什么花言巧语，听不到那句话就算了，反正那么多年。哎呦，很委屈嘛。好好好，糖糖，你作证，你们俩都给我听好啊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怎么样，听过了吧？糖糖，你注意哦，在你出嫁以前叫你妈不要为这个事情来烦我啊。我要给我妈妈剪鸡皮疙瘩。热不热吧？这么大，那今天你干嘛？喂，接你个，来，喂，哪位？找哪位啊？喂喂，他不讲话。来，我来听。喂，哎，我是啊。刘总。啊？江柏如。江柏如，你有什么事？你说。刘总，你快来救救我，我好害怕。哦，你在哪里？你等一下啊。哎，请说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来。不是。小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真巧啊！不要叫我小张，我是张乡里。哦，张乡里，哈哈，很巧很巧。玉总，我们走好不好？表叔喝醉了，我送他回去了。满州，满州。就这间吗？嗯。你把钥匙。不会喝，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？小心小心。是小张他一直灌我的，我真的不想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你先坐这儿。你怎么跟小张出来玩呢？他是我们公司出名的杀手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他以前对我是很有规矩的，可是今天我觉得他有点不大对劲啊。你不应该喝酒的嘛。是他一直灌我的，我根本就不想喝。于总，我不是个坏女孩，我真的不想喝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你还说什么呢？我真的不是个坏女孩，玉总，请你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？请你不要看不起我。我没有看不起你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我不是坏女孩。知道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。玉总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马上回来了哦。好了，乖，睡。还没睡啊？回来了。可你今天不要去上班了，我帮你请假。那样也好。昨天事情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吗？不是那个江小姐找你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都解决了。去洗吧，你吧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万弹星探呐。吃了。啊。哎，二哥，你今天不坐 DDT 了？你管。奇怪，我还是会想，这个会不会是大嫂发明的新做法？怎么这么奇怪呢？这可能吗？不要挑三挑四的了，得罪大嫂，连这个都吃不到。是。能吃吗？能吃吗？不要挑三挑四了嘛，二哥。哎呦呦！大嫂不好哦。对啊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我的妈妈咪呀！哎。这蛋已经被大嫂碳化了，我的乖乖！什么叫碳化？你不知道什么叫碳化？碳化就是变成化石，你这个笨蛋！好苦，好吃，你不最爱吃吗？哎，真是奇怪啊！大嫂，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了？我像情绪不稳定的样子吗？那盘子空空的，撒什么盐巴？哎，关君，我在减肥，给你吃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我吃多消化不了。给你吃嘛，我真的在减肥，我不要吃这么多的蛋。我是你哥哥，我应该让你吃。好了好了，都不要吵，一人吃一个。大嫂心情不好。大嫂，说出来听听看嘛。你们大哥昨天晚上接了一通电话，马上就出去了，到今天早上才回来，人还变得怪里怪气的。大嫂，是什么样的电话？他公司里头一个姓江的女同事。二哥，你真的很够意思，你竟然把你独门绝活传授给我们大哥，你好棒！闭嘴！你说什么嘛？我，大嫂。我觉得这事情有点问题哦，你最好好好查一查。会有什么问题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到大哥的办公室呢，我见过的姓江的女同事，长得很正点。怎么个正点法？怎么形容呢？她介于大嫂的端庄，比例的可爱。
是我了，是我了。对啊，我现在都失火了。你起来，我要问你事情。什么事？那个，我们那个金融卡的密码我忘记了。哦，3388。还有啊，我要问你啊。嗯。我洗大衣那个洗衣单子丢到哪里去了？ 在我那个西装上衣口袋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今天会去拿了吗？不要睡了，我有事情要问你了。你醒了？是的，我醒了。你赢了，好吧？你有什么事你说吧。没事了，继续睡觉吧。我不要睡。 我一睡着，你一会儿给我叫醒的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说啊。你是不是要问我昨天晚上哪去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哈哈哈，杨佳佳，我们结婚这么久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？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，你这个脸呐，长得就跟问号一样。我当然知道你有问题了。你问吧。好啊。 我问你啊，昨天晚上他找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大家都是同事嘛。昨天晚上一个男同事约他出去喝酒，不怀好心眼就一直灌他，给他灌得快醉了。好像我敢去了，要不然会出乱子的。可是你从11点多一直到6点多才回来啊，跑一趟卡拉 OK 要那么久啊？哎呀，后来我又送他回家了嘛。 好啊，你送他回家。可是，你送了6、7个小时哎。他家住哪里？住屏东啊。不是，这我也不是都花在这个路上，对不对？我后来送。还有什么？快说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生气。啊？我不生气。真的？嗯。佳佳佳小姐，你这样是干什么呢？ 这样不太好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吗？江姐，这件事情我很抱歉。我想你那是喝多了，你睡觉起来，明天什么事都会忘光的。再见。于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不对啊。哎，怎么会不对呢？ 我通风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话，有什么不对？跟你的个性不对呀、啊！你这个人是面慈心软，尤其是对女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形容的那个人，那么果断，不像是你哦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？哼，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。<笑><笑> 白茹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于总，要不是我今天喝了一点酒，我才不会对你说这些话。哎呀，不，你大概喝醉了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你不要这样。我不知道。不，哎，白茹，我想你是喝醉了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，我想你最好。 你最好自己想清楚比较好。你不要胡思乱想。难道我喜欢你，这也错了吗？白茹，嘎嘎嘎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哪有这种事的？你把我耀祖当什么人呢？ 这种事情我不会做的，要做也是耀宗才会做。你也不是柳下惠呀。佳佳，你这个电视连续剧看太多了，你没事就看了什么鸟儿飞飞飞飞飞的，飞得像大鸟的飞不见了，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我说啊，是我猜中了，你心虚了是不是？哇，你不要无中生有好吗？哪有这种事情？我问你，他昨天晚上喝醉了是不是？就是。 是啊，然后你把他送回家，送到他房间的床上，有没有？
有啊。他还抱着你哭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你老老实实跟我讲，你有没有抱他？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没有抱他，我没有抱他。好啊，来，我们来陪你。你干嘛了？你陪你一次嘛？可能不在啊。我把门锁起来。锁门干嘛？这有限制级的，这是。好不好啊？一走。声音不像你这样的，我不管。他这样的时候，你的手放哪里？我手这样，我放屁屁我都没有放他。你还放讨人呢？我到、啊。我说你的手是放这边，放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没有那么紧，没有那么紧。哎好了好了，实话出来了。我是有抱，我不抱他，起码我不抱他，喝醉我不抱他，继续摔倒了，搞不好就摔伤了。哦，那下面呢？下面没有怎么样，下面就。接下来了，吓我一跳。接下来我就回家了嘛。哎呦，你从12点抱到6点钟，你骨头不会软呐。好了好了，佳佳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再补充几点那个实话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我现在跟你说的真的都是实话，你要相信我。好，你是我老公啊，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了。你的脸上有没有问号？我一看就看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你前面说的都对了，但是后面呢不是像你说的。婉柔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听你这样跟我说我很感动，我想任何男人碰到这种事情他都会很感动的。嗯，你真的不喜欢我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你不会在我这里讲一大堆道理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喝了这么醉，脑子是昏的，你说出的话我不能相信他，要是我相信信以为真的话，那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。那你是喜欢我？真的喜欢我的？当然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那你会不会笑我呢？我不会笑你的。那就好。如果你真的讨厌我，那我就太丢脸了。不会，你喝那么多酒也累了，你快点睡吧。你好好睡了，我回去了。于总啊，我要你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走。啊，求求你吗？拜托。好吧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了。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？拜托，好累都累得要命了。他住4楼啊，又喝醉了，我顶是给他背上4楼的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好吧，我信你。没事了，睡觉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我先睡觉。哎，啊？再问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有没跟他讲你结过婚呢？我有没有讲？我他也没问我。好啊你！哎呦！他这个好是什么意思？
大哥啊，大哥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你幸会咬人的狗不叫啊，比我还厉害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咱们大嫂是连屁都不放啊。打从出生到现在啊，我是头一次服你，你是我大哥，高。本来呢，我说还想教你几招的，我看这会儿功夫啊，我倒应该跟你讨教讨教。大哥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一出手就是轰动武林，惊动满高啊！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干嘛？啊？我出去啊！这好像变成你办公室了，你话比我还多，你不留人嘴巴吃饭去用？哎！我去花店查过了，他们说啊，送花的人是男的。那当然啦，只要是个女的，太不像话喽。哎，也对哦。哎，后来我就问啊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那个老板说，年纪不大，长得蛮端正的，人很和气，见人就笑。哎，那这个人会是谁呀？我在猜啊，可能是叶仁杰。会吗？嗯。除了他，还有谁会这样一股劲追我？别的人我又不认识，而且你想想看嘛，卡片上写的什么啊？跟着感觉走，请握住我的手，太幼稚啦！哎，不要那么快下断言，要找出证据再说。我会的。出去了。哎，冠军。嗯。过来一下好吗？好。什么事情啊，二嫂？你那个同学啊，怎么好久没有到家里来了？我好多同学，小陈啊、小王啊、赖皮啊，你说哪一个？叶仁杰。奇怪，我最近好像常常听到这句话。有吗？有。二嫂。你找叶仁杰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他蛮好的，蛮乖的嘛，想请他到家来吃饭，然后呢，他是你同学啊，二嫂帮你做个人情嘛。帮我做个人情是不是？对呀。二嫂，其实你要是真对我好话，干脆你就把钱给我，我去外面请他去。不行啊，我当面见他。好不好？哎，等等。嗯。你看到他就跟他说。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一场梦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我本选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。讨厌啦！我讲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是二嫂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大嫂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哦。好。妹，你跟冠军说什么来了？我叫他叫叶仁杰来。叶仁杰啊，他叫我告诉你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你听懂吗？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嗯，一场游戏，这不是王杰的歌吗？大概是吧，而且他还说过，只要跟你讲这句话，你就一定会去啊。我是要去啊。哎，冠军，你说你二嫂说这句话，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啊？暗示你个头嘞，暗示。哎，我问你。你老实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追我二嫂？追，我疯了。
你二嫂年纪很大的。总算你还神志清楚。不过我倒是对比利比较有兴趣。那天他会在家吧？比利，我现在不敢说你神志清楚，怎么去追比利呢？比利长得那么丑，怎么会呢？关于恋爱症候群的发生原因，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。不管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体重、学历、长相和血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。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，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，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滤过性病毒，像感冒无药可救，但会自动痊愈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，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，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。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，洗澡洗得特别干净，刷牙刷得特别用力，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。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，有人突然疯疯癫癫，突然很安静，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，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。女人突然改变发型，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，食欲不振歇斯底里，四肢萎缩神经过敏，发到抽筋都出现在这时期。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，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云，只是我想要告诉你。